看错行情赔钱很难省，不再亏损才是最省钱的方式。在股市中犯下错误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，而这种损失很难被省略或避免。即使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良好的品德，但在股市中若是看错了市场走势，依然难逃损失的命运。要真正节省钱，最重要的是避免亏损。然而，要如何做到不再犯错，不再看错市场行情呢？这就需要一套精确的工具来协助，帮助投资者清晰地了解市场的多空走向，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。投资者应掌握好正确投资方法，并且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操作，不要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了判断，做出冲动的决定。只有运用好的工具，吸收正确的知识和心态，才能更有效地避免看错市场行情，并在投资中获得更好的表现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，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